六岁七个月，多少斤多少高？118、119了，那也不是太少。但是他那个体重呢，就是从去年到现在都在42斤上下浮动，而且一年都没长。嗯、吃得好吗？会不差，很多东西不吃。青菜还是可以的，肉吃得少。对，肉不怎么吃，而且汗非常多，跑一圈其他人都没有怎么汗，他全身都流汗，流汗多就消耗元气。舌头看看会不会口臭？会的，稍微吃多一点点，还就有口气了。嗯，消化力不好哈。对。睡觉怎么样？睡觉是陪你一个入睡。那有没有张口睡觉？有，张口睡觉。有多久啊？这个？这个应该有1-2年了。嗯，调理一下。你不要吃上火的东西啊，你不要吃热气的糖果、饼啊、汽水、饮料啊、冰淇淋啊，你吃凉的东西、寒冷的东西，然后你就更张口呼吸，更睡不好觉，睡不好觉天亮你就起床气就很大，就会发脾气。好的，好的。